们要赞助我有颜色的衣服吗？来，大家快点赞助我衣服。穿内衣，穿内衣。对，你们赞助什么，我穿什么哦。大家赶快，大家都不要。内衣，内衣。赶快赞助内衣，我就穿内衣了，你要做。Oh my god！ 要给。要给我家里面只有黑色了。对啊，我不像贝娜那么漂亮。不，会怪怪的，不过了，这样子。还好吧，你都穿这么贝的了。哦、他说他不是全黑啊，我们不是不能穿全黑，是不是全黑又分红色的？你最近去拍戏？对，拍什么戏？我是拍那个影集，是公式的，一个叫《画外之音》。画外之音，医生吗？对对，它是跟医生有关系的主题，是越南跟台湾的医生。哦，我是里面一个小小的角色，就是。有一点黑暗的感觉。那你这边是主要是讲这个国语，还是说也需要讲越南语？两个都要讲，越南语跟国语都要讲。之前是拍一部电视剧，然后一部电影。对，电视剧的话，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演出，然后也有那个入围，对，入围金钟金人奖。然后电影的话是一部有点像是艺术片，对，也是讲越南的关系，蛮好的耶，期待，谢谢。你被捧得好好平静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南无阿弥陀佛。等下，为什么绑带要唱这个 ？Because 我要跟神祷告一下，跟他讲阿门一下，因为我想赢了，我要继续吃啊，我想被绑起来啊，所以他要给我好运啊，但我很 confident， 我觉得我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超爱。我不怕，真的是你的东西会怕大家不喜欢这样？我没有，我很有自信，所以我很平静啊。我的东西一定会赢啊，这么好吃，如果他们觉得不好吃呢，就是他们的问题。哦 ，OK。在外面都觉得很冷，好冷哦，超级无敌冷。可是不是在摄影棚里耶，还是冷吗？你今天穿皮衣耶？没有，我等一下要脱嘞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没有要求，不是我。真的吗？我没有。因为我想穿，因为我在坐在后面，如果我穿黑色的话，我怕就是会你会消失暗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打算就这样子。可是我有点后悔了，我在想我要不要穿着外套了，我消失好了，我很冷。那你就是这样子起来，然后另一边扎下去。去买东西，那就这样子好了。对啊，再一直这样子把它黏住在这里。为什么要给我放电？什么意思？那你站着漂亮放电啊？这不是我男朋友吗？我男朋友了。哎呀，那就我找下一个。下一个谁？下一个谁？Nicole 可是我在 Nicole 完全背对我，完全没有兴趣。真的 ，Nicole 是完全对我。他说谢谢你，不是我的菜。对，你不是，你根本就不是。对，我不要你。我发现你越穿越少了，以前至少还有一个肩带，现在直接平。没有啊，之前我有一次就是穿紫色的，然后就只有这样子，你记得吗？可是你那时候外面还有套外套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到最后我没有穿外套。天哪，你这样会让妈以为我们节目怎么了？都在你们脱光。不是你们教我的吗？没有，是他们教我的，各位，不是我。哎，我是一开始来到这里就还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还穿了长袖，知道吗？对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是我发你的。对，然后我越穿越少，穿太多就要被念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我如果就说要不要带外套呢，然后呢，我问了制作人，好几个制作人，他们就脱，不要脱，不要把它脱好了这样子。所以我就一看一有这种衣服，我就会直接就不知不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应该要脱的。完了，你以后是穿不住衣服的女人了。怎么？你以后穿不住衣服了？完蛋嘞！我印尼人应该要揍我了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穿那么少？印尼人不是很保守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家人应该。希望他们没有太经常看我的衣服。所以你上次回印尼的时候有穿的比较多吗？还是就是把台湾习惯带过去？哇，哪里可能？不可能把台湾习惯带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那
时候我穿那个就是无袖，然后后面呢稍微一点点露，可是我还穿那种什么运动 bra 那种，所以就很厚这样子。哇，多少个人一直在那边看着我这样子，很夸张的，所以这根本就是我在台湾的衣服的习惯是不可能就是带到印尼。那你要性感？性感。期待吗？我要减肥。今天头发好看吗？很高，西装头。这个好像树塔。树塔好。我身高有170。这个有些男生不够高的，就是弄头发弄很高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听到了，过去。这是他的头发，对对对。他就是要把他的头发弄高一点，然后看起来就长高一点。还有他的鞋子。我有偷看，也很高啊！大家留意一下。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他穿拖鞋，然后等一下脱了。高跟鞋，高跟鞋，等一下。现在是拖鞋，等一下就高跟鞋了。大家观众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到底会多高这样子。哎，怎么了吗？你有感觉到什么吗？全身发痒啊！全身都在痒，感觉有跳蚤一样。这是高阶的饮料哦。不会哦，不会不会。谢谢。你一定要学他吗？没有，我在学慧颖。不要，人家不在就学另外一个。哎，就拍一下那个我们那个陈慧玲的头发，厉害了，真的。哦，点头懵嘞，用电的嘞。我这一共一起二的哦。啊？我头发绕这样过啊？我头发绕这样过。他是要学你的。你是学那个我们的那个张雅琴主播吧？我们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女主播，是不是是学台湾？那她讲话的手会一直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有很多板子一直翻的那个板。台湾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要学你的，我要一号一号。等下你们要一起好了，不要照相不像。然后卢卡斯就这样子。卢卡是这样，我这样吗？是不是很像？哪里像？我哪里像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出来就是。我哪里像？我又不是猴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的笑声就那样啊？哪有？你那是你巴西人觉得你们猴子那么多，那个留言都会说，他们都会，对他们都会笑我的笑，我知道我的笑声是很大的，可是他不是猴子的声音呐、啊。那你笑啊？对啊，哪有像猴子、啊？他怎么是猴子啊？那猴子怎么笑？哇，好棒哦！大长耳猫粉，你做猴子的样子。是吗？那应该是。是玻璃了吧？哥们啊，那个是海那个海豹啊，那个是海豹吗？海狮？西马？香港才有卖。你是动物园里面的？我是一个儿童戏剧教育者。跳出来被发现。这些我们都要会了。